雪白无瑕，通透玲珑，果然是一张上等的纸张。不过都一样啊。这张纸最独特之处，不是用肉眼所能看出来的，而是要用手去感觉才能感觉得到。徐兄，你摸一下。好，这张纸好像女人的皮肤，幼嫩细滑，如凝脂，如白玉。这张是什么纸啊？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而是一张人皮。人皮？这是我高价从一波斯商人手中买了回来。我想在这张纸上画一幅美人图，应该是最合适不过。我从来都没有试过在人皮纸上画画。表妹夫，你是精于画人像的，你想一想，在这张人皮纸上如果有栩栩如生的感觉，再加上一个绝色美女，摸一下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美人。你再感觉一下。画眉啊，画眉，你这阵子究竟是怎么了？怎么总是烦躁不安的？大年啊，给我准备辆马车，我要去梅林。是。画眉。哎，你不要碰它，会留下疤痕的。这个画眉真是太可恶了，亏我平常这么疼他。你再宠爱他也没有用的，他始终是个畜生，又何必对他那么用心呢？我看这个屋子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干脆搬回我爹娘那儿。不行，打从我搬进来我没有一天好过过。这是皇上御赐给我们的嘛，如果我们不住，那皇上和始妃娘娘会怎样想啊？还有啊，我们搬出来又搬回去，那你父母又会怎么想呢？你不要在这里胡思乱想了，根本就没事的。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这是我的报应。子夜，他的确是因为我而丧命的。我知道他爱慕相公，我怕他会对你有非分之想，
所以，就因为我嫉妒他，我才害他白白的送了一条命。你为什么不骂我？你骂我吧！为什么骂我？英子，你对我情深意重，我又怎么忍心骂你呢？你这么做，就是因为怕失去安旭。相公，你真的很傻。我不是再三向你保证过吗？除了你之外，我永远不会对别的女人动心的。可惜一切都太迟了。相公爱我，所以不责怪我。可是紫嫣她……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唯有还掉这笔债，为他超度，希望这样可以帮他。是他，
小姐啊，紫嫣的房又闹鬼了。嗯，是。嗯，对啊，每天深夜都闹，吵得人毛骨悚然，睡不着觉啊。不会吧？她住的房间跟水井，不都用符咒给封起来了吗？不是啊，小姐，我想是紫嫣的冤魂不散呐。嗯，对啊，对啊，小姐。她房间里的怪声啊，弄得我们一整夜都没有安睡啊。所有人都给我回去！大清早你们都很空是不是？不去干活却来骚扰小姐。相公，他们说紫嫣的房里闹鬼，她冤魂不散呢。是真的，是真的，我们亲眼看到的，亲眼看到的。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了。没有啊！住嘴！我就不信有什么鬼。我倒要看看到底是真的有鬼，还是你们在说鬼话。相公，相公，我们不要去了。不用怕，走。相公，相公，这些符咒镇不住紫嫣，那就让我来镇住他。别死，相公，相公。如果真的有鬼，就出来见我。猫叫声当鬼叫，枉你服侍了小姐20年，你讲那么多鬼话来吓小姐啊？我问你，你居心何在？没有啊，我不敢呐，姑爷。大家听好，要是以后还有一个人提鬼字的，我就一定押他到官府，告他一个妖言惑众之罪。是下去。先坐下。紫嫣的事情已经大白了，你现在可以安心了。相公，我住在这个玉琼院，我真的很不安心呢。我每天都恍恍惚惚的。我们还是搬回我爹家。你怎么还要这样讲呢？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玉琼院是我王安旭的府地，你呢，是这屋子的女主人吗？可是这屋子里死了人了。死个人又有什么问题呢？错不在你。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好好，停。那就算是你的错，你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到现在都应该扯平了。我怕鬼啊，有鬼，这屋子里有鬼，这屋子里有鬼，有鬼啊。起来，你先起来，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那我说给你听，其实鬼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你心里面没有鬼，你就自然不会怕鬼。你不怕鬼，就是真的遇到了鬼，鬼都会退避三舍。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几时骗过你啊？好了，不要怕，你一个堂堂的翰林千金，饱读圣贤之书，满腹学问，怎么会那么怕鬼呢？那不是我笑话你啊，你被那些吓人的连篇鬼话吓着自己了，你不怕人家笑掉大牙？你是堂堂的王安旭夫人，你有足够的威信和能力去管制他们。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玉琼院还是要靠你啊。对，你说的对，我是翰林千金，我是王安旭夫人。你知道吗，朝廷上下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王安旭可以娶到你这么贤良淑德的夫人。有你的支持，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干一番大事业。哎，皇上刚刚委以我重任，命我编纂史书。
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怎么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呢？相公，对不起。这本书不大可靠，写这本书的殷望道在前朝声名狼藉，而且他对当时人物的点评也带有偏差，所以这本书不能做参考。王大人高见。好了，有了王大人的筛选，我们就可以开始编撰了。哎，我虽然是筛选过了，但你们也要拿回去看一下才对嘛。这样吧，你们将这些书先拿回去，看完之后明早再向我汇报好不好？王大人，你才高八斗，一目十行，当然一天可以看十本书了。哎呀，我赵瑞可是老眼昏花。对呀，王大人，多宽裕几天吧。事在人为嘛，你们不专心看当然就不行了。啊，对，我们应该向王大人学习，尽力而为呀。我这就去读。总之我不管那么多了，你们把这些书拿回去，明早向我汇报。才高八斗的王大人，安旭兄。史兄，怎么这么凑巧啊？我这闲人呐，到这只有闲事一桩。哦，你来这是不是为那幅美人图啊？楚红还真幸福啊，找到一个像你这么善解人意的相公啊。别笑我了，不过实不相瞒，那幅美人图我还没有完成。那开笔没有？没有。有头绪没有？都没有。表妹夫，据我所知，你可是一个聪明绝顶、办事利落之人，不会为了一个美人图一连拖了好几天，一点头绪都没有吧？哎，你别耍我了。哎呀，我哪里有耍你啊？但是你要知道，你那张纸是世间罕有的一张纸嘛，那么我必定要画出一个绝色的美人，才能衬得起这张纸吗？你说对不对？说的也对啊。是啊，你要找一个绝色美人方能下笔。哎，咱们到怡红院、天香宫，或者到后宫去，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绝色佳人。师兄，像那种地方只有庸脂俗粉，又怎么会有绝色佳人呢？哎，你这说的也对。那，那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绝色美人呢？绝色的美人，在我的心里面。那你刚才不还说没有头绪吗？哎呀，你是不会明白这些的。总之呢，你知道吗？画画是要讲究天时地利跟人和的嘛。那什么是天时地利和人和是什么？哎呀，你是急不得的。那如果时辰到的时候呢，这幅画就势必会画成了。你明不明白？嗯，我就知道你不会明白的。不过没有关系。哎哎，这件事就先说到这儿。我真的有事要去见皇上啊。我先走了。哎，表妹夫，我这脖子拖得可够长的了啊！这幅美人图你得快点给我画呀！你放心，一定要耐心等才行，万事都必须要有耐心的嘛！哎，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哎，等我啊！嗯，好，好，好。夫人呐，你就多休息，书房啊让奴婢自个儿打扫就行了。你呀，笨手笨脚的，要不打翻了茶杯，要不就打碎了碟子。这书房可是玉琼院的重地，大人最不喜欢下人随便动他东西了。一会儿呢，你光打扫就行了，书桌跟书架我会整理的。夫人亲力亲为，心细如尘，奴婢啊实在是佩服。怎么打不开啊？夫人，让奴婢试试。嗯，好像有人顶着门。怎么会呢？参见，是非娘娘。公主还在发脾气吗？是。
你们暂且退下吧。是。楚慧，你跟明霞的感情最好，这次务必要帮帮哀家。娘娘请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楚慧好了。明霞公主，楚慧又不是鸡蛋，怎么滚呢？表姐，父皇和母后他们都欺负明霞。是吗？都出卖明霞。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好事吗？一点都不好。父皇他出卖我，你知道吗？他是拿我去和番的。你别这么说，这可是大逆不道的。那你给我一个大逆不道的死罪吧，省得去和番。别孩子气了，明霞，你是公主，嫁到塞外去当皇后，不也挺好吗？不，我不要嫁到蛮荒。娘，你去跟父皇说，说明霞宁愿当一个庶人，也不要远嫁。哀家已经向你父皇求了又求，你父皇都已经躲着哀家了。你要是再抗旨，那我们母女俩就只有死路一条。你想当庶人，没得选了。你以为娘就不伤心吗？啊，娘。娘娘，公主，凡事总要往开处想。现在，你们只是生离，不是死别啊。公主就算远嫁，总有机会可以再见的。那可是千里迢迢，等个十年八年也见不上一面。再说，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父皇和娘娘，转眼就会把女儿忘记的。你是哀家的心头肉。哀家只怕想你都想死了。娘，你别这么说。公主娘娘，楚慧有一个主意，可以一解你们的分离之苦。什么主意？我可以让渔夫王安旭替公主画一幅画像，如此一来，娘娘见画就如见真人一样。好主意。安旭的画才了得，定能把公主活灵活现地画出来。公主，那你意下如何？相公，相公，相公还真是用功啊。一回到家，马上就到书房里来了。啊！哎，你都不知道，有一大堆史料要看。我今天晚上就不出去吃饭了，你让下人给我送到这儿，我在这儿吃。哦，来。啊！哎，相公，嗯，那个书房门是你开的吗？这个门挺奇怪的。今天早上，我跟白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都开不了。好像是有人在里头顶着，跟我们斗脚力似的。你好了几天又疑心疑鬼了，哪有这回事情啊？也许是那把钥匙有问题吧。相公，今天我进宫去看望史妃娘娘和公主。嗯。你知道公主要远嫁塞外了吗？我知道。他们娘俩还真可怜。喂，嫁人结婚高兴还来不及呢，何谓可怜？这是骨肉分离啊。他们感情这么好，你都没看见他们抱头痛哭的样子，真是让人心酸的。哎，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呀。相公，
为了安慰他们，我替他们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就是让你替公主做一幅画像。哦，你这是先斩后奏啊。你要是不画，那我只好负荆进宫请罪了。哎，替公主画画像要奏请皇上才行的，不是说画就画的。这个容易，是非娘娘啊定能奏准。谢谢相公。那么我就跟公主一样了，身不由己的被人抓上轿了。好嘛。好了好了好了。是非娘娘特意安排在御花园里让你替公主作画，画好了还设宴呢。你先别高兴，公主远嫁在即，心情一定特别差，如果在画像时出了一点差错，同我弟夫人。那要是画好呢？你逗得史妃娘娘和公主高兴，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这不是挺好吗？凡事要往好处想。不说了，总之呢就没有好处。你想想，你相公我画画博有名气，现在先例一开，以后就无穷无尽了。你知道三宫六院一共有多少公主和嫔妃吗？替后宫佳人画像也是乐事，可以天天对着美人呢。你不是很喜欢画画吗？我不喜欢做一个画家，我只喜欢画自己喜欢的画。画自己喜欢的画？你从来都没有替我画过一幅半幅的画，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你说啊。当然不是了。你想一想，我们天天相处，每天我都能看到你的美貌，还用画像吗？啊？嗯。麻烦你帮我添点水。哦，好的。谢谢。你是听不懂还是不会做啊？知道了。那，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了，快点看看公主好了没有。史妃娘娘明霞公主到。参见史妃娘娘，免礼，谢娘娘。这次劳烦安恤你了。能为公主和史妃娘娘效劳，实在是微臣的荣幸。哟，史妃娘娘，听说翰林学士王大人要替明霞公主画像，我们几个来凑凑热闹，您不介意吧？对呀，难得热闹，我们也来看一看呢。有什么好看的？玉妃画妃，看相是要安静的，才能不打扰王大人。这容易啊，我们不出声音就是了。对呀、啊，笑什么笑？我不要你们看着，快走吧。这可是皇上的御花园，你们画你们的画，我们在旁边乘凉。对，各不相扰啊。不行，快滚！我们就坐在这里，凉快凉快。来人呐，快拿点香果凉茶来。明霞。玉妃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不要动怒。我又不是什么奇珍异兽，有什么好看的啊？哟，徐妃、华妃，你们听到没有？刚才好像有只西域的狮子在大叫啊！哎呀，你的耳朵可真灵啊，我还以为是老虎呢。不画了，明霞，走了，走了。还笑你。
女人真的很烦，宫里面的女人就更加烦。现在烦的是我们呢。我不用话了，还烦什么？你不烦，我烦呢。你烦什么？我明天还得要进宫，去跟史妃娘娘、跟公主请罪呢。公主心烦，又喜怒无常的。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放心吧，你明天安心的进宫，我保证，史妃娘娘和公主一定会欢天喜地。你又不是诸葛亮在世，你能够预知天下事？相公，相公，相公，你这画，我画完了，真是栩栩如生啊！哎，是不是比真人还美啊？是妃娘娘和公主看了，肯定会开怀大喜的。那，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我说你今天进宫，是妃娘娘跟公主一定是欢天喜地的嘛。没骗你吧，相公啊，是比诸葛亮还厉害。你呢，就不用夸耀你的相公我了。嗯，相公只见过公主两次，对公主的美貌印象却如此深刻啊。与其说画中人是公主，倒不如说画的是你。因为我是想着娘子你的花容月貌来画这幅画的。你胡说！我没有说谎话。那你想想，你跟公主是表姐妹，你们的容貌有七分相似。我刚才也说过，画中人比真人更美。那当然了，这份美是娘子你赋予的。就知道油嘴滑舌的。我说的是真心话。画了一个晚上，累了吧？你不讲我还不累，你这一讲啊，哇，浑身都累呀、怎么办？那你快去歇会儿吧，我先把画送到宫里去。真是麻烦娘子。不麻烦，我可是去邀功的呢。那不快点去啊。真是鬼斧神工啊，太神似了。曲眉风霞，雍容自若。你看这眼睛，真是非常的传神。正所谓，形似难，神似更难。公主这画像可真是神形皆似啊。明霞，你喜欢吗？明霞，你喜欢吗？喜欢什么？
当然是这幅画了，难道还是别的？当然喜欢。表妹，安旭他真的一个晚上把这画给画完了？我骗你做什么？安旭啊，他画了一整个晚上，天亮才去睡的。可是他跟我说，这画画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画呀。你别听他胡说了，只要他肯用尽心思啊，什么都能画得好。他真的用尽心思。哎呀，这表妹夫啊可真不够朋友。他说了替我画一幅美人图，可是他拖到现在还不给我画。你说，哎，你想他画得快一点，那就得求求我了。安旭他最听我的话。真的？那我可要贿赂一下表妹你了。说吧，想要什么？下一回你出使西域的时候得给我带一样珍宝回来。这个没问题。一言为定。好。公主的画像一夜能画好，安旭他没有理由拖我的美人图。你让他替你画什么美人图啊？没特定。你相公说他目中没家人，心中有家人，当然肯定是画他心目中的家人了。好，那你坐一会儿，我替你去问问。啊。相公，相公，世上没有鬼，就算是有鬼，人只要不怕鬼，鬼也要退避三舍。哥，你看看是不是这一幅？妙哉呀，妙哉！竟有如此之绝色美女。可惜人世间没有真正这样的美人，都拜相公的金笔呀才能够虚化出来的。对对对，哦，我应该多谢谢他才是啊。哎，表哥，安旭还没醒呢，你要谢。就明天再谢吧。啊，对对对，哦，这个，你帮我交给安旭啊。表哥，你快别这样了，咱们是亲戚呀。哎呀，表妹，就当是润笔费。不行不行，哎，我不能要。哎，你就拿着吧，确实不公啊。好吧，那我就带安旭收下，多谢表哥了。啊，对，这应该多谢他，这是值得的。啊，我先走了，表妹啊。Thank you.
公，你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哎呀，你找什么？有没有看到一幅美人图？美人图？哎呀，我就是我放在这里的美人图，有没有见过？哎呀，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不要让下人动我的东西，现在不见了。相公，你别急，重要的东西不见了。你那张美人图啊？在哪里？在哪里啊？我已经替你交给表哥了。你交给了他？是啊。你，哎呀，他说他托你画一张美人图，怎么，那张图你不是要给他的？那这是他给你的润笔费。你怎么还收人家的银子呢？我说了不要，是他硬塞给我的嘛。哎呀，那要不明天我替你送回去好了。哎呀，真的被你气死了。真是酒不醉人话醉人呐、啊、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春风解时无限恨。是你在笑吗？是你在笑在下的痴吗？我真傻。是在做梦吧？公子已失血意，本仙对公子的倾慕感激不尽。本仙？姑娘是仙子？那本仙敬您一杯。我史一鸣，真是三生有幸竟如此奇遇，得见天女下凡。来，今夕良辰美景，你我有缘相遇，该尽兴。来来。